15到20分钟，时间到了出炉，不烫手的时候分成小块，这样我们的千层酥就制作完成了。看一下，外皮酥脆掉渣，内里绵软细腻，真的是越嚼越香，全家人都爱吃。按照视频里的比例和步骤，你也能够轻松成功。喜欢的家人收藏试做吧。